你转你好，我们这个扣件啊是有国家专利的啊。首先把起始板固定螺丝拧紧这个是非常便捷的一种安装方式。然后呢第二块板你看工人师傅马上切插进去就行了这非常方便。你看一下它一斜插它这个不需要齐缝安装的这个工人师傅比较仔细它稍微慢一点那斜插进去用锤子一敲就进去了这非常方便第二个板也是一样的这个是非常方便这是非常便捷的一种安装方式。